灯光亮起，引擎这辆流线造型充满奢华与未来感的跑车，就是号称目前出现在台湾最贵超跑，价值出乎至少1.2亿台币起跳。不说你可能很难相信哦，这台车呢，它所有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铝制车身，全部都是用手工打造的。那么它的这个座舱呢，光这个座舱就用3500片的碳纤维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减轻它的重量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这后面照片。知名跑车公司号称纯手工打造，这辆超跑最大马力760匹，从零加速到100公里仅需3.7秒，极速更达345公里，几乎和台湾高铁相当。全球限量级车辆推出一年来已经卖超过60辆，两周配额大约10辆。这次来台仅展示，但车商表示已经有多位感兴趣的富豪询问关切。因为它亚洲区是未来的统计，但是可能有少数的订单是已经目前正在产生。事实上，目前国内就一名资深跑车玩家向法国车商订购的量已经达317公里，超过1000匹马力，也是售价1元起跳的超跑，历经一年等待总算交车。当时一曝光就引起国内骚动，售价相当于用地保豪专业超跑前赴后继进军台湾。车商表示，说穿了就是看准台湾买家高消费实力，有机会成名不妨睁大眼睛，或许哪天能在路上亲眼目睹这些名贵超跑的身影。三立新闻，严俊潘子凡，台北报道。各位乘客，请坐台湾大楼。